至二球季足总杯嘅赛事，打头阵嘅有俊锋对阵李文嘅比赛，喺大埔运动场嘅。双方咧其实上场都系只系以和波作结嘅啫。今场喺呢场嘅 quarter final 一场过嘅比赛里面咧，相信大家咧都有好想晋级嘅。先系第一个攻势有俊锋嘅进攻啊，波莫好谦喺中路嘅推进。咁佢又唔俾右邊嘅隊友選擇喺中間射地波，但力水同角度就一般般嘅啫。袁浩俊就怪隊友們應該可以閂下嗰個入球角度嘅射門角度嘅。好啦，呢邊有鄭少君嘅進攻啦，咁啊喺右路擺翻嚟中路嘅位置，左腳擺翻去門前啦。咁但係可惜咧，隊友亦都冇呼應到佢嘅。咁啊，今日俊鋒嘅門將羅浩洋沒收啦。嗱，俊鋒咧其實喺上半場咧，你話論點數咧，可能係佢哋佔優啲嘅。門前揾到葉卓文呢下咧，做咗大差鬼啦，咁都唔中籠。另外咧就俊鋒繼續進攻啦，門前咧令到李文少少風聲鶴唳 feel 噶，迪亞高呢度咧就俾阿徐宏傑埋嚟一個攔截，瞓咗落地下嘅。最後袁浩俊就沒收，但系咧就慢鏡睇翻啦，呢、這個攔截到底有冇討論嘅地方咧？咁啊最後咧就即係球證就冇判罰嘅。咪上半場咧，其實原本場前啊，兩位利物嘅球員咧都真係各自有一個碰撞出現，但呢個進攻咧就冇完結到嘅，一路嘅推進啦，俾到去右路嘅位置就揾阿鄭景浩嘅出波，但係呢個波要佢咬腰出嘅話咧，袁浩俊就真係輕鬆沒收啦，角度太窄啦。上到嚟就係卡爾特納嘅傳送啦，俾到鄭景浩嘅傳中。咁兩隊喺上半場只能夠以0-0。打成平手完場嘅啫，去到下半就出翻嚟啦。俊鋒仍然都入局較快嘅一隊，呢度咧就揾到門前少少半機會啊。咁但系咧，袁浩俊出嚟嘅反應都好快啊。傳到中間嘅位置，李文篤後咗，波莫好謙。如果先到一步嘅話咧，可能有啲機會啊。跟住落到嚟啦，基華尼頓後備上陣咧，越嚟越大威脅啦。呢度接咗隊友嘅長傳，嚟到門前嘅位置，鄭景浩咧頂漏咗啊。但佢自己都冇把握到機會，處邊出界。夏哥斯特啦，呢度咧都有一個製造咗個傳中之後有炸弧嘅。但係今日判斷好準確嘅旁證咧，就早早舉起旗號啦，就話啊越位在先。跟住我哋繼續係進鋒啦。今次呢個傳中咧都靚喎，葉卓文嘅傳中，但係可惜頭槌嗰位費利普薩咧，今次太曬 Q 啦。呢下揞埋嚟，葉卓文其實咧喺呢個傳中出嚟之前，自己有啲受傷嘅，好彩冇事。最後嚟到呢度咧，以為呢係入球，唔係何西安祖啊，喺遠處位置一個頭槌，羅浩洋封到位啊！嗱呢下就入波啦，又係角球攻勢，全場最後時刻揾到又係何西安祖嘅頭槌，頭先唔入咪而家入咯。95分鐘啊，補時階段替李文喺呢度。絕殺對手，最後李文啦喺呢個 quarter final 裏面1-0擊敗俊鋒。